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时光。我们上次呢，有一次是请到了一位林亦凡音乐钢琴大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那天谈了许许多多跟钢琴大赛有关系的啊，或钢琴独奏会。那我一直对于亦凡这一位，这叫什么钢琴界的星星很好奇的，并不是只是在他的音乐创作方面或者是音乐演奏方面，我蛮好奇的是像他小小年纪就只身德国去念了很久的书，然后现在也在美国，等于是要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人生。那我就对于他的这一些处境，就是这些过往的，其实蛮好奇的，所以我们今天又再度邀请到林亦凡。你好，很开心你要来到我们节目。是，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一次不要这么严肃的讲太多音乐，很专业的。是，我们这次来点聊点轻松的话题，因为这样讲起来，你算是我的学弟。Yeah， 对，在我们都在 Boston， 不是专业音乐班的学弟。哇，那真的好久。我很想，怎么大家都有去过山叶音乐班？对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接触最早在从瑞士回来台湾，都接触了台湾这边，因为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去寻找一个管道，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有音乐班，就是只是对音乐有兴趣。那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会先到雅马哈的音乐系统里面。对，我们这一集有雅马哈赞助播出。没有啦，因为我那时候啊是被他们的，就是有贴纸、有磁铁、有就是很多玩具，什么响板那些都彩色，然后我就很爱。对对对，就被那骗啊。他就是从小的时候就让小朋友从他们比较喜欢接触的东西开始接触。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是因为在有一个班上是黄千芳老师，他就是跟我们讲说，如果有哪一个学生能够在下一次的团体班当中能够弹出他指定的那段钢琴的演奏，他就会给我们盖15个印章。那其实我们那是一个礼拜拿到一个，或者两个礼拜拿到一个就已经不错了，但他竟然说一个礼拜就可以盖15个，然后我那时候就拼死拼活觉得练起来。所以他的那个是那个哪一首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哦不不，那个时候我才哇8岁。哦，所以你进去的时候是8岁。5岁还6岁？你在那个学校待了这么久？没有，是我待了3个月，我妈就觉得太贵，就叫我不要先。那成效很好，也才待了3个月。没有，后来就变成上个别课啊。哦，对对对，我还没有在，就开始无聊的开始。我没有在那边上过个别课，我都是在那边跳舞、唱歌。过了3年很开心的日子。对，不过一个星期只有一次。那也不错啦。我后来是就是上家教课。哦，对对对，就开始很痛苦的学钢琴。因为所以你这样算是起步比较晚的。我真正开始学钢琴是12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小毕业之前才想要考音乐，所以我连毕业旅行都没有去，我就为了要考国中的音乐实验班。哇，是什么动力让你做这件事情的？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要进来这个音乐圈，我对声音其实有一种敏感，但是这样讲好像太落俗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或者无形的声音说要继续走音乐这条路。那你爸妈，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你干嘛做音乐？你干嘛学音乐？又没有前途。或怎么样？你爸妈的态度是？你刚刚就是讲到我妈妈说想要讲，就我妈发生的。对啊，他那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家庭革命，就那段时间，因为他说为什么要学音乐？跟你学，因为那时候其实小时候学了很多才艺，学英语、学音乐、学书法、围棋、武术啊，什么都学，然后希望在那边可以找到一个，或学绘画，可以找到一个想要专攻的领域。
那说实在，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学喜欢音乐。呀，音乐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听的音乐都来自于我爸爸买的古典音乐 CD， 因为他喜欢买古典音乐，嗯，他喜欢听古典音乐。然后家中小时候就有一个贝多芬的画像，跟很凶的那个画像，嗯，跟卡拉扬的侧面的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画像，还有伯恩斯坦指挥直到发疯的一个画像。哇，你爸真的是乐迷耶！对， 他自己有没有演奏乐器？没有，他完全跟音乐完全无关，他就是欣赏音乐。嗯，然后他是摄影师，嗯，然后他从小有我从小还有放他自己的一些摄影者的作品。那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摄影，也是跟艺术有关，还是说他贴那些照片，然后是天天贝多芬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就想要对音乐这个有兴趣，还是听到他的命运交响曲，还是？所以你妈应该知道，就是你学音乐就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也不要怪你。也不知道，好久好久以前了，呀，嗯，只知道贝多芬就拿了一支笔，然后拿了一个很厚的谱，然后写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曲目，然后就很凶的这样，凶的脸，很凶的这样盯着那些看他的人。嗯，哦，还有节拍器是贝多芬的头像。哦，我是那个干燥器，就是，所以大家都有相同的对，就觉得很恐怖。对，都有相同的线索。嗯，摆在家里的不知道哪个角落，然后突然把你吸过去了。哎，欸，那这样讲起来很不可思议，就是你真正开始弹钢琴是12岁，对。可是你很小就去国际大赛比赛，然后也有不错成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在之前还没有，在之前还没有，是都是在12岁之后才。对啊，我知道，我是说，就算是12岁，你16岁好，你怎么可能学4年钢琴就可以去比？你到底这4年是不是都不睡觉，也不干嘛，就只练钢琴？有睡觉，也有吃饭，也念的书，也念的钢琴。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在钢琴上面。一开始，因为我起步很晚，所以我要花的时间其实比同才之间多了非常的多。因为他们已经是国小是音乐班了，甚至是幼稚园就已经开始接触那个钢琴。我接触那个，比如说小林就是小小的一把小林就开始拿，然后1/4开始，对，然后慢慢换到1/4之内，他们很多级啊，换到更大的乐器。嗯，那我小时候也没有钢琴，我其实是有一个电子琴，然后我也忘记在什么时候有一台小的平不是小的直立式的钢琴，嗯，开始弹，然后。我其实到现在，我就跟人家讲，我说，你与其在家里面这样子打电脑、打网络游戏，你也是手在打的键盘，你倒不如把手放到键盘上面去，钢琴键盘上面去演奏音乐，两个都是手在动。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其实我还蛮享受这个手在动的感觉。我想说，这样子的感觉，可能对于喜欢线上游戏啦，或者一些电脑游戏的人，就是。跟我们手是放在不同的键盘上面，一个是电脑键盘，一个是手指键盘，但是同时都很享受手指在这个键盘上面动的感觉。嗯，对，我想，如果现在在电脑前面的各位听众朋友在打电动的，赶快停下来去练钢琴。因为这练钢琴，我自己觉得啦，非常枯燥，因为我可能跟你不一样，我不是自己想要的，我就是4岁开始学，嗯，然后就是被逼迫。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不想要的，因为一定会。我一开始自己想，但是我后来开始练，才发现怎么跟你原本想象的对啊，好不太一样，对，好无聊。对，我们那个我一开始练的时候，我把所谓的音阶速度放非常慢，然后一格一格的这样慢慢的加速，然后手指抬非常高，其实那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过程，但是那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动力，但是我记得我印象的是我很喜欢到台北的国立中山文化中心下面有个图书馆试听的时候，我很喜欢借阅他们的书或是谱，或是在那边听音乐，或是看现场音乐会的一个实况录音。所以慢慢的我就发现，其实在这样听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蛮多我想要找到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一种算是临摹嘛，就是你看了这样子的表演，那你也会想要用这样子的表演，然后用这样的形式来对。然后久而久之，其实慢慢，其实日子就这样过了，然后这个阶段也就这样慢慢的随着这个枯燥乏味的练琴，也就是技巧的培养扎根，慢慢的这样过去了。那你妈妈爸爸并不是说觉得你学音乐是一个他们很希望的一个路，对不对？他们其实也不是说非常不希望，但他们就是觉得说，
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发展，然后也有别的领域，可以有更好的。因为其实音乐是很辛苦，因为我相信所有，不管是自己在学琴，或是在栽培小孩子，父母亲都有一个想法，那个都是全员投入，全家投入，对全家的事情。甚至我看过一些家长拿着摄影机去把一对一的教育写起来，然后甚至都是家长在做功课，所以其实那个都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那个都是。大家一起完成，然后都有共同目标，说完成了一个长远的计划，所以那其实是一个很非常漫长的，而且也不知道说花钱，对花钱，然后 也不知道小孩会不会有成就，对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的一个一个道路。对，那时候你要出国，他们支持你啊？我妈妈都说，是你自己要出国吗？对我自己想要出国，就老师建议你就老师建议也是，然后以前待在国外也是，然后就。想要接触到直接接触他们的环境里面，因为就像说我不是学歌仔戏的嘛，学歌仔戏的话我就不用出国，然后学国乐去、去中国大陆之类的，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出国，然后我爸妈就说好，那就放给你自生自灭，我相信他们是讲的，对，因为其实真的也要花蛮多的钱的，对，那个也是，然后那个整个心力啊，对。又是更多了，因为人又不在国内，也不知道你在国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差问题，也不是说天天讲到电话。而且那个时候不像有现在有 Skype 之类的。对啊，对啊，比较没有那么发达。对，那你就一个人去了吗？是啊，我就一个人去了。你那时候会说德文吗？我会讲你好，谢谢，拜拜。我爱你是这样子而已。哦，这样够了啦。其实这样也就够了。对，那你去就等于是自己一个人，然后重新开始这样。对，不过一路上也遇到很多贵人，不管是在台湾的，或是在亚洲，或是在欧洲的，到了一个时间就会有贵人出现。那贵人像我觉得这个还蛮窝心的，而且是蛮温暖，因为人在异乡，然后。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讲的也是不同的语言，然后自己是生还是死，也没有人会来干涉，没有人会来管你，所以那是一个还蛮难忘的经验。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因为可以让我们自己变得独立。这叫做一夜长大。是啊。好，我们待会回来。